脑花真不错。大虾，超大，老大了。太香，
东方虾。小葱，丈母娘太香米的酱。腊八蒜，
这花生给的太多了。今天依旧是清淡的菜系啊，这个贡菜蘸咱家这个虾怪酱。咱家这个虾怪酱真的是蘸鞋垫子它都好吃。还有一半。水煮菜系列都可以蘸这个虾怪酱，姐妹们。它淡淡的一个咸度，没有那么咸啊，不是齁咸的那种酱。哪怕是当一个小调料去拌面吃啊，放了很多它都不会很咸，就跟那个蟹黄的咸度差不多。就是蘸酱菜啊，我真的能吃上一辈子啊。姐妹们能看出来他多有食欲吗？绝了！小妹她家才出的这个是麻酱的热面啊！我的妈，我刚刚这是我一包的一个分量，我这个碗超级大，你看啊，碗老大老大了。这个一碗放完了之后够俩人吃的。这个麻酱热面啊，就是之前给你们出的那个情怀热面，它现在对了一个口味，就是麻酱口的。这个麻酱老浓郁了，浓缩包的，绝了绝了，太好吃了。把之前的那个糊辣椒面，它现在改成那种辣椒油，不怎么辣，但是超级香。
我就加了一点香菜，其他啥玩意儿都没加，就是它原料包的这个味道啊。孩子要是说不能吃辣，咱那个辣椒油不放，如果就是能吃辣，你稍微放一点，就这么像我这样没放太多，真的是香醉了，太好吃了。他这个面纯手工面啊，咱就收到货的时候你们可以给他搓吧搓吧，就下锅里边煮个几秒钟，十秒二十秒钟就可以，水开了放里边一给他搅散啊，别给他闷大劲儿，闷大劲儿那个面特别嫩糊就不好吃。就这个面我的妈呀真是太好吃了。尤其是爱吃麻酱的一定一定要尝一尝。我就感冒了，来点这个热面吃，鼻子一下通了。这款油条可不一样，不是油炸出来，它是蒸出来的，姐妹们。千微央厨他家新出了一个这个新品的蒸的油条啊，就是咱这个油条它已经给咱们已经是半成品了啊，一包就是十根，然后我这个是放到空气炸锅里边稍微给它烤了一下，他说是可以用就是像蒸鸡蛋糕那样去蒸它，今天我明天早上给我闺女试一下，我看她烤完了吃它有没有那油特别大那种口感。这个面可鲜乎了，一包是 17.8 米，拍两包是 23.8 米，你要是家里有早餐就是吃油条啊豆浆啊的习惯，你可以拍两包回家去试试啊。我觉得第一口吃下去就没有那种特别腻，它这个小包的后面都写的怎么加热的时间和时长啊，就是你们可以去参考一下，蒸着吃我觉得它能更软乎一些，就是它这个面粉它就不错，品质就不错啊。我烤的时间短，我觉得烤的时间长一点它吃起来外边也是能酥脆的那种，因为早餐店的那个油条它那个油都是反复炸反复炸，所以我就很少领孩子去吃那些东西，我宁可自己在家里熬点稀粥啥的，我都不让孩子去吃。千微央厨他家是做面食类的，就很多面食类他家做的都特别好，而且线上线下都有在卖的啊，我觉得他家做的东西我都很放心，吃到嘴里就没有那么多的科技与狠活的感觉。可惜没有豆浆，明天早上我给我姑娘炸一杯豆浆，再来两个油条就可以了。烤的时候还有点干，丈母娘太香米的酱啊，正方向。
太咸啊！我这个里边汤汁里边加了这个咱家玉姐兰香这个醋汁啊，它这个醋汁就是不光泡蒜好吃，就是你加一个凉拌菜里它都好吃，腌虾它也好吃。这是小号的珍珠蒜，它这个蒜啊是大钢骨法腌制出来，就是它这个皮儿都是吃起来很软，如果你就是不是咽不下去的啊，这个皮儿都可以去吞的。今日中午吃个热乎的小拉面啊，这个是韩国的那个不倒翁拉面，咱就看韩剧里边大男主大女主啊都吃这个拉面。它这个拉面是一包是六个，一大包是里边是六小包，我这些煮完了就是一包的一个分量啊。34.9米给咱们直接包邮到家六包啊。它这个面我就觉得它比咱们正常的那个什么某师傅呀什么达人的要粗一点啊，煮的时候火候时间长了一点。挺好吃，就是它这个面稍微能粗一点点，里边就是一包料和一包粉，其他的不像是咱那个什么辣椒油啊啥的都多，没有那么些，我还加了点香菜。我吃面哈就犯一个毛病，就乐意配点小咸菜，这个是刚刚来的，我尝尝这个品咋样，这个里边是贡菜啊。这东北人养成习惯了，这个是那种香辣口的。这个面的分量其实不咋多，一个女孩吃够了啊。如果一个老爷们吃这点分量是肯定不咋够的。我看人家里边加的什么牛肉啊，加的鸡蛋呢、啊，我在家里也没有牛肉啊，我就单单煮了这一碗面，但吃起来倒是挺香的啊。平时咱家姐妹有吃那种就是韩国食品呢，可以看看这个价格还是比较香的。
一盘小太虾。我这里边今天加的这个是醋汁儿，就是玉溪蓝香这个蒜的汁儿。我觉得这个腌虾它也很好吃。妹妹给做了一盘小虎虾，今天中午和我老妈就用这个鞭炮笋来包包子啊，姐妹们。
这个鞭炮笋先是这个季节新鲜的啊，你们看它这个小颜色都是那种嫩绿嫩绿的啊。它这个是盐子给你们发货的，我家这一大包都已经吃下去一些了，因为我妈经常爱用它包包子，包包子特别的好吃啊。它是盐子，但是它这个盐分一点都不大，你回家不用泡很长时间，就用清水去搓洗它，搓洗个几次就可以了啊。你看它这个盐子是这样的啊，盐子它这个颜色稍微深一点，然后你用清水去泡它，泡个几分钟，或者是用水多去洗吧洗吧，投吧投吧就可以了啊。就是这个鞭炮笋你怎么吃都行，涮火锅包包子啊，然后就是放一点肉里边一包包子，就跟那个野菜味一样，可好吃了。而且啊，咱们就是你出去吃那个旋转小火锅的时候，它都是用这种东西给它捆成一捆一捆的，一捆最少要5块钱。你说咱这一大包才10几块钱，你全家人能吃多少顿吧？我这个哈就抓了不点的分量，就能泡出来这么多，姐妹们，这个鞭炮笋真的是大海里的哈宝藏啊！就是你爱吃这样海边食物的姐妹们，这个没有腥气味都可以去拍回家，就在居家里边炒菜吃，怎么吃都行啊。酱蟹和虎虾，哇，这个画老香老香了，火柱子上面涂了一层太香米的酱啊，香迷糊了，姐妹们，辣酱虾，
头虾，这个头真的是太大了，看看它这个头有没有惊喜。哇，这个脑太治愈了。嗯，我天，这虾线这么长，这虾子是够大的。这个头也好大呀，真的是太棒了。大虾，独头蒜。今天吃大虾，你们总说我吃的虾个头小，看看今天的大不大。
虹膜串串虾，我们先来个虹膜，开开虾脑。哇，巨好啊！这只虹膜真的是太大了。贡菜，今天吃个清淡点的，姐妹们啊，贡菜蘸的虾块酱，咱家这个贡菜一包是1100克的啊，一包是100克的，姐妹们，我这些泡了就是一包的一半的一个分量啊，其实我之前已经吃掉了几根，它其实一包的分量就够你一顿吃的啊，如果两三个人的话足够吃了，如果人多的话，你们可以去泡一包啊，分量贼多，你们看，就今年新鲜的贡菜啊，吃起来嘎嘣脆，特别好吃。虾块酱，这一根好长呀，哎呦我天，你看，这根真是太长了。